蔡先生，你的房屋贷款 OK 啦，那么厉害。徐小姐，你的信用贷款 OK 啦，那么厉害。陈先生，你的贷款都通通都 OK 啦，那么厉害。你好，我们这边是康熙地下钱庄，你要多少钱？我们这边通通都有，那么厉害。我要600万。有，我们这边也有啊。现在的话要，我们是要陈汉典给我们。陈汉典他没有那么多，我们是康熙，这整个公司就有600万，这么多。你是我见过客服人员里面声音最难听的一个。是吗？这已经蛮好听的了。犯丑的那个。OK，汉典，你的罚单下来了。多啊！陈汉典，你要打电话去过客服中心吗？有啊，有一些，比如说什么那种手机的啦，或者是什么银行。你凭什么要别人服务你？就是你不是要自己解决事情吗？还是要打电话？好歹也是个顾客，你干嘛不准消费者？或者是有时候他们会主动打来，就看我们要不要续约什么。那请问你听到客服人员的声音很好听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点幻想吗？会觉得哎，这个女生想跟她多聊两句。而且我们喜欢接到女生。接到男生，我们就态度就没 feel 了。了解 ，OK。所以今天康熙来了呢，就是要让大家跟我们的明星们一起来体会一下，当你听到客服人员好听的声音的时候，或者是有特色的声音的时候，会不会幻想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今天创造了一个空间，是明星们可以随便跟客服人员聊什么他们想聊的话题，客服人员自然有办法应付你们这一些莫名其妙的客人哈。所以今天这四位，除了他们当然都有被服务的资格，他们都曾经打去客服，之外呢，我现在不想跟沈玉玲聊天，因为你不在这段期间，他已经讲了够多乱七八糟的事。他常来吗？对啊，然后你回来，而且还要鬼扯，而且你不在的时候，我聊得真尽兴。都没有人会打断他，康哥也很想听。我觉得我刚看到一个超烂的故事啊，超烂哪一个？哪一个？你说你特殊吗？你说你跟客服人通过电话，我们可以理解。嗯，你本人担任过客服，这实在太勉强了啦。我跟你讲，你也要做。我那时候你不要鬼扯好不好？当客服，我那时候是社会新鲜人。当歹徒吧，你当客服。我那时候是社会新鲜人，然后说当客服人员，我觉得不错啊。结果我们那个公司是干嘛的？卖茶叶啦，然后卖鹿茸酒啦，好，然后湖边酒，好这类的。哦，地下电台卖药的那一种，对不对？对啊，但是他有客服机构，而且我为了印证说你这个是真的。你恢复期间是不是没有力气打断他？对，没有。目前我一直都还 OK， 我想听听看后面还可以。然后我为了印证说你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因为他以鹿茸酒为主啦，我说我们这个是有牧场那一种，因为有那种一定比较安全嘛。啊，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妈妈的电话打来哦，哇，气急败坏，我心想说糟糕了，会不会是我们产品有什么瑕疵，有什么问题，还是没有效果？你故事最后是不是要炫耀你的性能力？不是。那个妈妈，我说妈妈，那怎么了？怎么回事？她说哈，你们都要挟喂，你们这样子不行啊。她说我老公哈买你们的药哈买了快6万块了。啊，我说那是吃了没有用还是怎么样？她说不是没有用，是太有用了。因为她老公买我们的，她老公买我们的。好，来，我们来进行对谈吧。鹿的品种，你们那个鹿不是一般的水鹿，也不是美洲鹿，是长颈鹿，对不对？因为她老公花了6万块，她老公都65岁了，那吃了以后呢？我刚刚不是已经打断你了吗？是啊，你看重点，好厉害！她老公天天跟她要，我说要到什么程度？她说要到我想逃。我们都知道了。我觉得你不在这段时间，你真的。真的困扰是后面啊，因为我就跟他很耐心的聊聊聊，哎，他还枪把我当一个倾诉的对象，所以过没几天又打来，哎，他这回不讲鹿茸酒的事情了，他讲说，哎，怎么办，陈先生，我问你哈，我老公现在每天都去公园跳土风舞，是不是在搞外遇？我说土风舞跟外遇有关吗？他说公园土风舞就是外遇的温床啊。然后后来好，我说这答案安慰，过没多久他又骂他儿子，说陈先生，我儿子没出息，当妻奴马子狗。你觉得这样有前途吗？我就是日复一日要陪伴他哦，跟他聊天。我想要去医院复诊我的伤。今天要笑就有感觉恢复状况退步，对不对？付出也没什么好的、啊，我本来。工作一下，对啊，面对他就是我们困扰之一，会被人家当做垃圾桶。我比较相信潘慧茹说她当过银行的客服，对，这个可能比较可惜。他当0204，我也不会怀疑。2204很难，好不好？因为我那时候也是社会新鲜人，学校刚毕业，
然后是做那种以前不是有那种点数可以换礼物，信用卡的点数可以换礼物，所以都会寄给 VIP， 就是目录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做那个客服。那个很好对付吧？就其实很难，因为我们做的是 VIP， 所以 VIP 会有一些投诉的东西，是让你会心里会觉得说啊你。有钱，对啊，有钱还会在乎这些小事情，对，小点数。为了雨伞跟你吵架是？对对对，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很多我们接到的电话都是他老婆来查老公的事情这样子。主管说，就是唯一的前提就是不管什么人打给你，都要用很甜美的声音啊，跟他讲说，哎你好，然后不管他多无理，所以像你现在跟我们讲事情的口声音是不够甜美的，会有再更嗲一点，就比如说，你好，我是20号专员，我姓潘，我叫潘慧茹。你现在有什么需要的问题可以让我帮你解决的吗？之类，就是声音会变得比较轻。我觉得他的声音好像还是不够甜呢。你要捏着鼻子再嗲。我是潘慧茹。你要教他，你有什么资格教他这件事？比较甜美。所有人打来就是要把对不起说好，你不要生气，然后对，都是我们的错。那我们接下来会讲出这么白话的话，说都是我们的错吗？对对，有一些因为。真的很多的 VIP 那个情绪上来之后，他用的字眼是让你会真的觉得很难听的。所以今天帮你 update 一下，因为说不定现在客服不用这些术语了，或者他们有更厉害、更冷淡的方法了。大部分都是惹毛对方吧。所以我想看康熙的很多人本来就打去客服中心，然后就感觉到客服人员可能没有帮他们解决真正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一下客服人员的整个工作的状态哈。那首先，他们现在躲在白布的后面。然后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三位女性的客服人员跟三位男性的客服人员。第一个女性客服人员，她的专长是在百货业的客服方面。NONO 先，一号的客服小姐，现在 NONO 先生要打电话进来了哈。喂，喂，你好。哎，你好。你好。哎，那个小姐，那个你们是那个康熙百货吗？是，您好，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啊！我那天去买哦，我有满额礼哦，可是你们少送我一支雨伞。请问先生您贵姓？我姓陈。陈先生您好哦，那您刚有说您那天兑换的有少给您一支雨伞？对啊，你们不是说满那个2000块就会送一支雨伞吗？是。对，我那天买了6000多块，我发票留着哦，可是我回家发现怎么雨伞才2支而已。哦，对，一支还是纸做的。哎，不好意思，我是他爸啦。对。我还要再亲自跑一趟，那时间没有关系，那请您就是留下您的联络方式，是跟您的，我这边的话就帮您做寄送，寄送可以是不是？是，那你会帮我寄到日本对不对？您今天还在台湾吗？啊，没有，因为我明天就回日本，对，所以你可以帮我寄到日本吗？还是您可以留下您目前在台湾的地址，那我待会请快递。没有，我就是回来都住饭店啊，你也知道我们对啊，留学生回来。可以帮我们寄到日本，还是我方便帮您送到您现在目前居住的饭店？现在吗？是现在马上吗？Right now 方便吗？现在马上吗？有几个人？到了吗？对不起，1分钟到了，早就超过。所以要求把一支雨伞寄到日本去，这个在客服人员的标准当中，应该算是麻烦的客人了。高难度，很麻烦。所以通常如果像以前的话，我们就会说，如果像这种事情是我们不能决定的，我们就会说，那可以方便你留下你的电话，那请我的主管跟你。就是到时候再回电话。如果你们很爱把事情推给主管，主管不就忙死了？可是因为这真的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可是主管真的会打电话给那个客服？会，一定会。真的会解决？一定会打，因为我们所有的电话都是有录音，甚至有时候主管都会监听。石玉林拨打客服专线，当场调戏客服人员。第三通给你打好了，好不好？第三通是信用卡客服，信用卡客服，请开始。Hello， 客服中心你好，是吗？哎 ，Love you，Love you。那个小姐，你贵姓啊？不好意思，
地姓王，台北市王。你家住哪里？是，不好意思，请问先生，我们这里是信用卡中心。啊，不假错，我以为我拿到酒店去，不好意思。那你现在看看啊，我们有二号的客服小姐，她是反诈骗专线。诈骗哦，这没打过哎。好，诺诺先生要打电话进来喽，来一二三，诺诺开始吧。喂，喂，反诈骗咨询专线，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嗯，您好。就是任何事情，我觉得有被诈骗，我都可以问你，是不是？对，没有问题的。那请问一下，先生您贵姓？怎么称呼您呢？我姓刘。刘先生您好。干嘛骗人呐？我一定要姓陈的，反诈骗。对啊，姓刘，然后他对，你他一开始就没抓到我了，对不对？还有，哎，你不是姓陈，怎么又变姓刘？他又跑。他不是报名的。哎呀，看什么？我以为他本来在一号，然后他现在又在跑到二号。阿姨，不要像一群土包子，赶快继续。好，没关系，刘先生您好，请问一下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对，就是刚刚我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就一接起来就说，哎，爸爸，你赶快来救我，我现在被人家绑架，请问我这个是不是被骗的？请问一下，接听电话的就是对方呢，你有觉得他的声音疑似你的小孩吗？还有点像，对不对？觉得有一点像，又不是很像这样子。小孩会讲话了吗？那请问一下，您的小孩目前年纪大概多大了呢？我女儿是一岁两个月。哎，这时候有那么近？很明显，应该是接到诈骗电话了。我相信一岁小孩可能表达能力也没有这么清楚，所以你不要紧张，也不要惊慌。对，那你看一下你的电话。小姐，我是他爸啦，可能外面有放一个五岁的，我是那一个啦。那没关系。那请问一下，你五岁的小孩目前是寄放在保姆家还是在幼稚园呢？哦，很冷静的哟。应该是保姆家，我们等一下才要去接回来。没关系，那我会建议您哈，你先拨打一通电话给您的保姆，确认一下小孩的安全。是哦，可是保姆电话都是打不通哎。打不通啊，没关系，那你先不用紧张，您还有其他家人在身边，对不对？如果没有，我一个人从日本来。他不是有您的父亲吗？你为什么会这样？我有一个人不能乖乖的打电话，为什么会那个诈骗的就是保姆啊？小姐到目前为止，她蛮会处理，所以要冷静的跟你们讲话，对不对？就对。因为通常接到诈骗，疑似诈被换回生活费的时候，对，破功。所以你说你接到疑似诈骗的这种报案的时候，你就是要安抚对方，好好的把事情讲清楚。对，要先确定他有没有已经被骗了。你会发现他好像，因为他毕竟反诈骗是属于比较辅导你的立场，很专业，而不是服务你的立场。对，他就很专业，马上就分析每一个。对，他只需要你冷静，而不需要取悦你嘛，对不对？不像你第一个要雨伞的是。一般你会去打到反诈骗专线的人，应该是表示你已经有一点点的判断能力，你只想要确定这个是不是真假。他等他出来会告诉我们，有一些是没有一点点判断。因为大部分都是那种妈妈很老的什么，然后已经在银行领钱了 ，OK， 然后那行员硬说不要给你领，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给我领这样子？第三通给你打好了，好不好？第三通是因为反正你们父子都是信用卡客服，信用卡的三号客服小姐，那个现在有一位先生要打电话进来喽，哈，准备好了吗？好的，好，来，请问，哎呦，好，请开始。Hello， 客服中心，你好，我姓王。I love you， love you， 嘿。那个小姐，你贵姓啊？不好意思，必姓王。哦，王哈。啊，你家住哪里？是，不好意思，请问先生，我们这里是信用卡中心。啊，对不起啊，错，我以为我打到酒店去了，不好意思。好，没关系，谢谢。王小姐不是啊，那个言归正传啊，我是真的很不满啊。哎，什么意思啊？我二十几张信用卡里面哦，唯独你们这家哦，干嘛给我收年费？搞屁啊！史先生不好意思，但是您的不方便，那方便的话，我可以先跟先生要一下您的资料，然后帮您看一下用卡的状况吗？哦，我的资料哈，我摩羯做的啦。这边只能利用您的身份证字号或者是您的卡号帮您做查询。哦，好，方便请问您卡号吗？2789，哎。好，请问先生贵姓，怎么称呼？我姓蔡。好，不好意思，为了您的用卡安全，我还是有些资料跟您做确定。请问先生的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哦，我就78年。喂，我没够，
57嘞，56，没啊，那的，儿子出来了，你快点啊，你不是对，好，56124啊。好的，那我这边看到的话，先生您目前的这张卡片，目前有20几张卡片，没有错的。那请问是哪张卡片跟您收到的年费呢？哪张卡片跟我收年费？哎，他那几对兵，他一起在地上。你不是说尾数那个34567那一张？对对的，那一张尾数34567那一个啦，为什么收？不好意思，老人有时候记性不好。哦，没关系的。那我这边看到的话，目前他这张卡片呢是康熙信用卡中心的。对。那因为我这边是信用卡的发卡行，所以这里呢没有办法帮您解决到这个问题。那我这边提供给您康熙银行的电话，方便吗？对。贝贝，你打电话是要打去这样的？康熙。正常的啦，哎，那先生你贵姓啊？我姓蔡。哦，我跟你解释一下啊，那个年费是这样子啊，我们还是要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这个基本资料。不要再说了，国小毕业的。嘉义，嘉义，所以上国嘉义。你们是不是认为刚才客服小姐声音听起来都算就是蛮符合客服小姐的声音？对对对。可是我猜你们应该连谁的年纪比较成熟，谁比较小都不知道吧？应该第一个比较大，二号反诈骗的比较成熟。反诈骗比较成熟吗？对，他声音听起来。三号应该是最 UK。还是第一个也比较老吧？第一个老了，老归老，但是没有多老了。你们有礼貌一点好不好？可是如果光听声音，你们猜谁会长得最可爱？哦，那应该是三号啊，信用卡王小姐。王小姐，来一号小姐，可以麻烦你从布帘后面出来吗？欢迎一号。紧张了，对，然后今天喉咙比较有点不舒服，所以有点低沉，不好意思。唱赞歌的，对啊，对。是啊，乔安你好，请问你担任客服的经验是几年？将近10年左右。有10年？对，10年的客服人意味着你是部门主管吗？目前算是单位主管。所以你是管客服人员的？是。所以就是客服人员表现不佳的时候，是由你来调教他们，稍微指导一下应该怎么样会更好。所以有客服人员真的会受不了跟客户吵架吗？基本上我们都有蛮完整的教育训练，其实我们客服人员不太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那就算骂他脏话，他还是 hold 得住吗？就是，脏话可以挂掉吧？可以吗？可以挂吗？基本上我们不会直接的就挂客人电话，还是希望要先骂完再挂的。没有，对骂，你还会提醒他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录音，所以你不要生气。就算别人活人出来，不能骂，你不要生气，因为我们有录音，就会让对方更生气。对。所以不能讲这句话，说我们现在有录音。对，不行，他反而会更生气。所以你最常遇到的状况是哪一种？可能比较特别的是，比如说他排队排太久，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周年庆活动的时候，客人很多，那可能客人他排队排太久了，那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他就很生气的下来到服务台，然后情绪上面就比较激动。乔安跟我想的的确不太一样，因为10年客服经验。看起来看不出来，还是美美的样子，感觉应该饱经沧桑。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去百货公司不是从事这个工作，对不对？一开始在百货公司，一开始就是哦，应征就是哦。乔安，欢迎你，请坐。然后二号小姐跟三号小姐，你们刚刚认为比较年轻，因为我觉得反诈骗，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警政单位的，而且他必须是知性的，所以他应该是公务人员之类的。我猜他出来就是戴个眼镜。反诈骗应该不能太年轻吧？要懂一些。沈玉玲猜他戴眼镜，戴眼镜然后有一条带子的那一种，应该是你说金色的那一种，对不对？那是然后他会拿下来放在胸前那一种，他应该是属于这种。OK， 是。然后三号妹妹呢？你三号妹妹啊，三号妹妹就极有可能会像慧茹这样的哦。二号小姐，麻烦你从布帘后面出来好吗？谢谢。好。猜到了吧？我就说充满了自信美，好可爱哦，对。眼镜的事情你竟然料到了耶！料到了，可想而知那种形象会是这样。好冷静在处理所有的事情耶。那像 Nono 刚刚这样子，就是他小孩年纪其实不能够开口说话，可是他却聊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也遇过，他其实是没有小孩的，
但他接到了有个小孩跟他哭，就是说他被打怎么样，对，然后打电话进来，然后我们就问，我们就是他也很紧，他重点是他很紧张，他说怎么办，我的小孩被抓了，那我有没有办法就是赶快去救他，然后我就说那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小孩几岁了呢，结果他就说我还没有生哎，那我说哦，那你接到应该是诈骗电话，那你不用紧张，嘿，那就是先安抚他的情绪。所以你就不可以有任何情绪，说你这样打电话进来干嘛什么？服务人员是没有办法。有没有人真的是打电话想要跟你闲聊？还是有啊，但是你就会引导他说，就是会尽量引导他说，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就是欢迎，就是有问题的时候你才来跟我们询问，那我们还有其他民众进线。所以你们是警政单位的人吗？其实不是，应该讲反诈骗咨询，它是各家电信业者它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单位，它是不是盈利事业，所以每家电信业者都有。然后等到如果说今天我们已经确定了你被诈骗了，那我们就会就是跟你说啊，会留下你的资料，然后我们会帮你转接到警政单位，然后请你到。所以你们每天都会 update 现在的诈骗集团有些什么新的手法？对对对，如果我们接到，就会大家互相传讯息。现在有一种卖那种假货的多可怕，你知道吗？哎，我朋友去买贵宾，是真的故事还是假的？我讲真的，我讲真的，他去买配额快要用，他去买那个小什么狗，小贵宾狗，贵宾，结果回家里面养了两个月，结果后来变小绵羊。哎呀！超甜美客服人员现身，小 S 的直呼太可惜。三号客服小姐，麻烦你从物联后出来。不太可能吧？小乖，你是真的客服人员吗？我真的是。你想这样当客服会不会太可惜了？这样子，你前面两个。你的工作真的是一般人看不见你吗？对啊。不然呢？是不是变网络主播啊？就很可惜啊，这样子。我觉得你真的好过分。一条叮当。旁边的位置有一个真的同事在那边，是你可以跟他互翻白眼的吗？客服中心的座位都是一格一格一格，然后就是你就是坐在那边，然后你就算翻白眼，你是这样，你只能自己翻白眼，你不可以招对方来一起互相交换白眼。不会，可是午餐时间应该可以一起大讲那些消费者的坏话啊。一定会，不然真的没有发泄的管道。那会重复的人不断的打来吗？会，你听得出他们的声音吗？其实你电话进线，基本上你就可以看，有的地方你是可以看得到资料的。然后对，然后进线进来，你就会觉得心里 OS 是过来怎么又来过来。然后每次抱怨内容都一样还是不同？会有，通常会不断进线的那一种人，他进线抱怨的是一样的内容。你不可以提醒他说：“先生，你已经第十次打电话进来。”不会。然后刚才沈玉玲，你猜三号妹妹是最年纪最轻的，是不是？应该是最辣妹那一种的。然后我对她相当之期待。如果让我失望的话，你要怎么样？我还是一样会坐在这里。好，三号客服小姐，麻烦你从布帘后出来。厉害了！干吧！还假的，很像咬咬哦。不太可能吧？有哎，真的很像郭书瑶，而且是郭书瑶。郭书瑶，难怪有客服人。哪一家？对，小乖嘛。小乖，你是真的客服人员吗？我真的是客服。你想这样当客服会不会太可惜啊？你跟前面两个，你是叮当，当然就是长眼色，就是因为他这外形就是很适合到门市去。我不太懂哎，是我们的造型把你弄成这样的，还是你平常就这样？平常可能素一点，因为很久没有戴假睫毛。可是发型是真的就这样啊？对啊。所以你的工作真的是一般人看不见你吗？对啊。不然呢？这不然就变网络主播啊，这不一样。就很可惜啊，这样子。我觉得你真的好过分。不好意思啊，叮当。而且他像谁？他像小巩俐。你注意看，有像哦。哎，他其实很漂亮。眼睛哦。啊，对对。小乖，你当客服多久了？三年。你可以在这工作做三年呐。对啊。我觉得小乖今天露面之后，他就无法再继续待。对，因为大家会指定说打去对信用卡。小乖太漂亮了。对，欢迎你，小乖，请坐。谢谢。好，接下来呢，女生的顾客有两名，是潘慧茹跟这个曲嘉瑞哈，所以曲嘉瑞先打吗？打。我都可以打。打哪一张？电信客服，我都可以啊，手机上电信客服好了。好，来，曲嘉瑞可以开始哦。喂喂
Hello， 喂，康熙客服您好，不好意思，我跟你讲，现在是凌晨很晚啊，可是我的那个手机费没有交，他们快把我切掉了，怎么办？你可不可以帮我制止一下，快点？是，那这边小姐贵姓，怎么尊称？我姓那个曲，歌曲的曲，然后王那个家庭家王字旁的瑞，曲小姐。然后19650503，你要我的手机号码吗？你有35888888，好，快点。然后我都是自己缴费，我然后我家地址是是躁郁症的一个，对，躁郁症。快点不好意思，然后我这边为您查询到您的费用的部分哦，确实是还没有缴交，那您放心，我这边会先为您做开通，那麻烦您就是15到30分钟左右帮我将您的手机重新关开机。我告诉你，重点不是我现在我已经开通了，我现在已经开通了，先生，我2天前已经开通，可是他告诉我36小时之内要缴费，不然他把我整个切掉。小蕊啊，你小蕊那么晚在跟谁讲话？小蕊，讲他已经帮我开通了，你知道吗？就他叫我36小时一定要缴，可是现在已经刚刚好，刚刚过36小时，所以我现在打电话来要制止你。我这边能体谅您现在的一个感受，那请您放心，这个部分的话，我会帮您就是反映给我们后端单位。那我告诉你，你就是不能反映，因为我之前就是反映了之后，他们就把我切掉，所以我就是要你来做这件事情，不可以反映，你知道吗？我要拜托你，你不能反映，然后你要秘密记在你心里，就讲到我没有打来一样。那我这边一定会帮您派优先件的部分，那请我们专员务必赶快回电给您。那就是说您刚刚反映说，可是我跟你讲，现在已经凌晨2点了。然后爸爸又在外面敲，你睡吧，你可以5分钟，快，因为我明天要出国，我真的没办法，真的，好吧，我明天要去日本，真的没办法，我这样被敲掉，我秒带了，爸爸，为什么每个人好像还过来跟我玩？你听到了没？有。接收到您这边，就是说有非常相当不便的一个状况。好，先这个停止。OK， 我还有另外一件问题，我不在台北 ，OK？ 是，我现在在贵州，然后我已经来这边好多天了。然后呢，你们不是可以帮我开通那个漫游吗？对不对？是，没错。是不是？每一次你们都打电，我都打电话给你们，我登机前要打电话，对不对？是。你们就让我漫游，对不对？是。然后那每一次讲完漫游之后呢，你们都会说，哎，其实你不需要找我们本人，你可以自己去手动去处理，对不对？没错。那我这一次就讲说啊，因为登机太赶了，所以我一到非洲就没有处理，我就自己打开手机之后就可以用了。可是刚刚接到一个异常讯号的讯息，你们也是你们传给我说，曲小姐，你的手机有异常的这个讯号。我知道曲佳瑞刚才讲的事情是他真的遇到过的，对，真的遇到了。而且他打去客服中心讲话的速度就是刚刚的那个速度，你是发自内心的在询问他。我现在讲两个都真的嘛？所以二号先生是真的用他的专业在回答他的问题。可是你都不给他处理啊，你一直讲你，因为你在吵啊，宝宝你不要讲话。所以二号先生刚才就回来了。等一下，我现在把它讲完哦。曲佳瑞停一下，我问一下二号先生，是，所以二号先生你刚才用的那些术语，说我能够体谅你的心情。是你们公司指定的讲法吗？公司会有提供一些说法，那我们要自己去应变，那这也是其中一种这样。可是你讲说我能够体谅你的心情的时候，顾客真的能够体谅感受到你在体谅他的心情吗？所以我们讲话的方式可能就要比较柔和一些，就是如果说太自私的话，可能他就没有办法感受到。但是你如果真的体�谅我，就不会拖到第5天啊，你第一天发现5000块，不是他，你就不要讲了，是他，也许他。你为什么拖到第5天？你没有体谅我啊！曲佳瑞，我问你，这个五天漫游，超收费这件事情，很贵，是真的发生？是真的发生，我就在贵州贵阳，我都要疯了，要凌晨。然后结果收了你多少钱？就要25000，然后我就跟那个人在电话上一直吵。哎，二号先生，那个曲佳瑞刚才讲话的速度，是你碰过的客人当中最密集的速度吗？也有遇过类似的用户，有遇过类似的，他刚才碰到最密集的是一只鸡啊。你到底还可以多无聊？处理哦，你不在的时候，曲佳瑞也出专辑了啊！我有在网络上看到他，还有拍 MV， 很厉害，不是专辑，是一首歌吧？对，一首。
我觉得你 rap 念的比你好多很多，因为他阵仗比我大，哎，他出动八个人，八只海产，哦，有那种棒啊，有那种什么的，我们，那你也可以找啊，你也可以找学生的创意的作品。所以你们现在都是饶舌歌手了嘛，对不对？饶舌界，他那个质感很好，当然好，哎，我那个导演多厉害，尤凯迪，哎，我那个导演，所以你不要轻易请假，你请假就天翻地覆，就会出很多事情。我那个导演是拍过国安的感冒，好，停一下，对不起啊，感冒药。就是国安感冒糖浆，红的那个广告。对呀，叮当客服专业备受肯定，小 S 的做好人从此刻开始。所以你们下班回家后会变得很暴躁吗？下班的时间通常已经不太想讲电话，电话接起来就是重点。我觉得今天的专业度，叮当应该是拔得头筹。真的厉害，对对，太厉害了。我想你是出于内疚而讲。这六个人里面，我给叮当最大的肯定。他很专业，真的。讲的我都听不懂。我想你们都太失了。人生永远不会太迟 ，OK。做好了，从这一刻开始。刚才听到浩克夫先生的声音，是你听的客服人员的声音当中，你觉得比较熟悉的那种，还是比较不熟的那一种？我觉得很熟悉，而且这种客服人员很好，就是他可以让你一直攻，一直攻，一直攻，因为他不会那个，他不会挡你。对，比如说刚刚这个二号这个就会，他马上就棒棒棒。可是这个的话，你可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就追求这样子？对，没有，当然要，因为他听我全部讲完啊。对，因为我你刚刚有讲完的话，会，因为我讲完就是你不能说我这两。哎，你讲完的时候那一段钱应该也在快10000。对，就是你打客。我就说你们不能收我这20000。可是他根本不管这件事啊！可是但是我告诉他，而且我说你们有没有录音？他要替你反应。我说太好了，明天把这整卷40分钟的对话40分钟，我说请你播给你主管听。40分钟，然后我要主管弄给我回报。所以上次25000的事真的有帮你解决吗？有啊，就隔天主管打来了。所以二号先生，请问那个可以跟客人通话40分钟吗？可以啊。如果用户他确实都是询问有关于本身业务的问题，那我们也就是还是要。继续讲下去，这样。OK， 好。现在潘慧如顾客，你要选。我要打网路声装。网路声装客服啊？要问什么？啊，3号客服先生，有客人要打电话进来喽，你准备好哈。康熙客服你好，必信阳，很高兴为你服务。喂，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的网路啊，就是那个无线网路一直连不上线，然后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可是我其实已经有打过很多通电话给你们，然后你们也有派人到府修了，但是修了半天，每次一来都在我那边那个什么机上盒那边摸了半小时之后，然后就说OK 了，然后人走了之后确实是 OK 了，但是第二天他又不能够连上线，你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是真的很抱歉造成的困扰，那请问下的贵姓？真的很困扰，因为我现在连上线我就连不上线。是真的很抱歉，那请问下的贵姓？怎么称呼您？我姓潘。是三号 ABC 吗？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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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潘慧如小姐，你刚才有点情绪。我很有情绪，因为我已经是打给他们3次，他们已经派人到补修。你也是讲真，你也是讲真实的故事。真实。我觉得女生顾客很喜欢讲真实。对，我说真的。三号先生，麻烦你继续处理好吗？他已经到府服务很多次都没有接。不是因为你们真的很奇怪，因为每一次打来，你们都说，然后我。派人来修，对，是都有人来修，可是每一次来修的人都是我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说我也不太清楚。那我说现在到底修好了没有？他说好了。那我说那请你试给我看。但是他们试的时候就连上线了，但是他只要一走就连不上线。这很抱歉造成8整年的困扰。那您这状况的话，请问一直以来大概持续多久了呢？什么意思？持续多久？这个情况。孕吐吗？而且我现在就是连不上线，你可以告诉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好的，我了解。那真的很抱歉，想跟您确认一下，您目前
无线设备在旁边吗？像是平板电脑或手机？不用，无线设备什么？无线设备就是无线哪里设备？就是您的手机在连上 WiFi。哦，我用我现在电脑正在我的前面。是，好，那真的很抱歉，您可以帮我注意一下左下角有没有看到一个无线网络讯号的图案？它是接听状的。这个动作我已经做过 N 百遍了，你也跟我讲说开什么关机，然后开机就怎么样，就是连不上线。我现在只是希望你们可不可以有一个人来帮我修到是完全可以连上线，我不用再每次都打电话来。好，我了解。那这样子好不好？既然您是说上次之前是有工程师帮您维修过，可是还没有处理好这样子。你调我的资料应该看得到吧？我至少来了三次了。是，我了解。那我可以先帮您注记下来。其实你不要只讲说你了解，我现在希望你帮我处理问题。是，你在帮我 ABC 小金口打那个。所以三号先生的口音算是有特色，有，他好很想要装出专业的语气，可是太过头。他有一直讲我很抱歉，我很抱歉。然后我了解，对，我了解。你刚刚这个很抱歉，跟我了解有帮助到对方的情绪吗？其实我们初步都会先安抚客户情绪，然后后续去了解他的问题，深入去做一个排除。然后呢，就隔天派人来的。对，如果说真的线上没有办法引导排除的话，我们会请工程师到现场去帮他检测。好，所以脸是先生，不好意思。对不起，你贵姓？毕姓杨，木易杨。啊，杨先生，但是你们已经派了三个人来，我可不可以请你这第四个人来，是专业一点的，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没问题，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你们这个电信公司不用把这件事情当成真好。还在上节目好不好？你而已，你不会叫他真的要派人去你家的吧？公司就三个，你说对啊？这个没有，他又轮到第一个。我知道你们派府到府修的都已经变民营，对民营的，对，请你们派一个专业一点的人来好吗？为什么女性顾客都这么情绪化？对呀，你不是因为已经来了三次，但他都连不上线的，所以你会觉得到底是怎么样？我知道，所以一号客服先生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你，就是曲嘉瑞要打电话进来，打电话吧。喂，客服中心您好，毕姓张，电话都没接，我在那边喂。喂，您好。哎，你好，请问这个是那个吗？对吧？哈，我跟你讲啊，因为你们不是有那个，我是那个你们的那个会员，然后续约嘛，然后你们不是送我一个那个手机吗？对不对？然后我好不容易等了8个月，终于等到了我的 iPhone 6 Plus， 然后用了没有几天，我现在拍照它一直这样棒，每次我一要拍照它就不行，它就自己就死掉了，它就死掉，真的。那怎么会这样呢？真是。小姐您好，怎么称呼？对啊，你们这样子是要帮我修，还是要拿回去，还是你们再补我一个新的？好，可以补我一个新的吗？是这部分我来跟小姐做一个解释啊，小姐怎么称呼呢？姓曲哥，曲家庭家王字旁的瑞，然后1965003，然后手机号码就瑞，家庭就瑞丽的。好，是小姐您好哦，因为这部分的话，我了解一下，我们手机是在我们柜台这边购买的吗？当然是。废话。你的意思？那我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状况大约发生多久了呢？就今天啊，就现在啊。然后刚刚连拍几张都没有办法拍耶。是，那我们现在手机的话，它现在是开机的状态，是关机。废话，我在跟你讲话，不是开机吗？是，好，我了解。那因为这部分的话，跟乔小姐做个说明啊，因为手机的话，我们这边线上的话是没有办法帮您检测那个硬体的部分。那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好，我了解，乔小姐这边您放心哦，因为手机在我们这边购买的话，我们都会有保固期间。保固多久？这部分的话，我们手机都是保固一年。所以我是怎么样？我明天要在那。亲自送过来吗？是因为这部分的话，可能要交由我们柜台人员来帮您做个检测。我知道曲嘉瑞为什么火气这么大了，因为他必须要看到对方是帅的人，他才会停止。他不是一个声音的，不确定那个。我觉得他要听到很明确的方法，他不要听到关腔。不是，他要看到帅的人，他根本不在乎。他一看到帅的都消停。你直接去柜台，然后挑我最喜欢那个。对，要不然你就是跟客服试。那他们刚。我就直接走过去就好了。所以曲嘉瑞今天要考验你从声音辨认外表的能力了。三个男生当中，你有听中意谁的声音吗？就刚第三个。我觉得反而是那个 ABC 会比较好一点，真的。所以想象中的一号大概是哪一种类型的长相？可以保护你啊，可以给你安慰。因为一号会有点像制作人的样子。所以你们现在在挣扎于一号与三号之间嘛？那我们就先看二号客服先生了，好吧？二号客服先生，麻烦你从不联后出来。
好不像客服的样子，长得根本不像你的工作哎。你担任客服多久？三年多。可是像曲家瑞这样子咄咄逼人的，你受得了吗？有时候遇到这样的用户也不错啊，就是才不会睡着。所以这样算是 OK 的状况吗？有比他更恶劣的吗？还有遇过更恶劣的，像就一进来就是国骂之类的。就像玉林哥这种。可是骂就是先让他骂个够，骂个够，然后你再回话。一般如果他有骂到国骂，我们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语态，像什么就结束他，就是说不好意思，因为你已经涉及人身攻击，你可以按那个按键，对不对？因为有那个固定设定的那个。哦，没有，我们一样是要自己讲，要自己讲，对，你用嘴巴说出，因为你已经涉及了什么人身攻击，对，所以无法继续为您服务。那你这一句可以凶一点吗？不行，也是要很，对，也是要很。你不是有录音吗？对，有录音，然后讲完这句就可以挂掉。有遇到有其他单位的，就去反告用户，因为我们都有录音。了解，好，明浩欢迎你，请坐，谢谢。然后请问你们各位对于一号先生跟三号先生刚才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就是一号一定是好好男人啊，所以沈玉玲要压在三号那个。我觉得最帅的应该是三号，就有 A B C 口音。那我觉得一号应该是会成熟一点。对啊，一号应该是因为工程师，因为他要有修理手机的那个，他有工程背景，恐怕也是对。可是网络升装那更难啊，他懂很多网络的事哎。三号客服先生，请你从布帘后面出来。客服先生，请你从布帘后面出来。耶！哦耶！三号。你有？哎，我以为你不在这么高哎，你是三号一号。三号。哇！这是假 A B C 吗？那你凭什么加 A B C？ 而且还是梁朝伟啊。所以，请问。你的讲话口音向来如此吗？讲话的时候会比较平稳，可是接上耳机会比较有一点，就是他卷舌比较严重一点。对，接上耳机的话，那你一定会饶舌，对不对？来一下，不会，我不会，只是这样打扮而已。喜欢唱歌。三号先生，欢迎你，请坐。那就是一号啊，我们赢了吧？对，一号太太，我伸手迎接他来。对，好，一号客服先生，站起来。麻烦你从布帘后面出来好吗？而且又瘦，对呀，你几岁？27。27，可以，你们真的。他跟你担任客服多久了？两年。所以这个工作没有让你很疯，想要疯掉了吗？没有哎，对啊，这工作其实因为不用面对客，就是说群众这样子。你在客服的声音比较好。真的吗？对。真的是有点，对，为什么？比较国语比较标准，这个腔对有个腔的。大家欢迎你，请谢谢。所以你是觉得这工作压力太大？嗯，一直要对付可怕的人。对啊，怎么可能一直维持这种美好的声音？我觉得要有耐心。嗯，我们看到客服人员说他们的工作的伤害当中有一则是因为。说你们会一直坐在椅子上，就慢慢就会发胖，是你们有这个困扰吗？这叮当讲的。你叮当，对不起。是真的，这个工作会使你变胖。会变胖，而且你压力很大，你会发现你不断的对，你会不断的进食。对啊。我们不应该把你放在小怪旁边吗？算了，他还浅啊。我已经13年了，你们还想我怎么样？你真的好厉害。梁朝伟在做客服之前也是一个偏瘦的人吗？嗯，没有到很瘦，就都是胖胖的这样子。可是你是一个脾气好的人吗？一开始进客服不是，就是脾气就是可能像一般大学生一样比较暴躁一点。对，那也不喜欢就是讲电话。他也不喜欢。所以请问你们当初去应征这个工作的时候，面试的人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口条清楚，讲话清楚。你讲话口条一定要清楚，你不能够讲话黏在一起。短期的记忆要很强，转移力要好。那请问你们下班回家后会变得很暴躁吗？会。我们的耐性只有在上班的那一段时间，下班的时间。那你们有被人家客诉过吗？
有吧？这么久一定都难免都会有。因为如果是家人问同样的问题，你们应该懒得回答他吧？会有职业病吧？老公说：“老婆，早上没煮饭。”老先生，你的问题是我没煮饭的。我有这个问题，我再问一下。就是下班的时间，通常已经不太想讲电话，电话接起来就是重点哦，讲重点，对，然后三十秒就要把它结束。虽然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专业度，叮当应该是拔得头筹，真的厉害，对，太厉害了。我想你是出于内疚而讲。讲这六个人里面，我给叮当最大的肯定，他很专业，真的，讲的我都心服口服。我想你们都太迟了，人生永远不会太迟 ，OK？ 做好人从这一刻开始。希望大家以后打开客服中心，体谅一下他们的工作状况。谢谢各位今天来。谢谢。